这样给你们讲一下狐獴的种群机制。狐獴的种群是由唯一的一个女王，至少一个的雌性保姆，以及至少一个的捕猎猎手啊、工兵啊，以及放哨的。反正干杂活的全是公的。我先喂点奶，然后再分一下公母。就我那八哥智商这一块，我是比较佩服的啊。想出来喝奶，挠墙。哎，我就知道那小子得跟你学挠墙。你快喝吧。这个是公的，这个是母的，这个是尿尿了。哎。